恭喜曬你啊！今日獲得呢個鑽石新人獎，條裙都好靚啊，係啊，成身紅裙。咁有冇啲咩感想，或者可能係有冇啲嘢想同啲粉絲講啊？獲得呢個獎，都好開心啦，可以即係第一次以歌手嘅身份出席頒獎禮啦。咁今次都好開心能夠攞到新人獎。咁作為一個新人，其實呢個獎都係一個好大嘅肯定啦。咁都令我更加有動力去嚟緊去創作更加多嘅歌啦，俾大家聽嘅。咁有冇話可能有一啲未來嘅一啲計劃，可能將出歌啊，或者可能係下一年將來嘅一啲演藝嘅計劃咧？除咗出歌啦，咁其實睇下會唔會有一啲電影啊，或者其他嘅拍攝嘅機會啦。咁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比較中意唱歌多啲，咁所以暫時都係以唱歌為主嘅。好啊，今日我相信粉絲都好期待你之後出新歌嘅，咁我哋密切期待一下你嘅新歌啦。好，多謝曬。梁雪瑤，好，我哋之後就影張合照啦。好啊，仲有一個，仲有一個，恭喜曬咁多位，我哋影張大合照。Cheryl 梁雪瑤。好開心，第一次以歌手的身份可以在個台上面得到呢個新人獎啦。咁多謝大會 AEG 俾呢個獎我啦，同埋都多謝特登嚟嘅公司同事啦 ，Jonas 啦、ATV Brian 啦、Mandy 啦、Nikita 啦，同埋我啲師妹啦。咁好開心，嚟緊都會繼續努力去創作多啲嘅音樂。